各位酒友大家好，我是根哥。今天下午非常荣幸，我们的诚毅烧坊的这个接待会客厅邀请了这个诚毅烧坊的传承人方廷本方大师啊，分享一下诚毅烧坊的历史、工艺、传承。作为酱酒啊，很多粉丝都知道这个茅台的前身三大烧坊，但这个诚毅烧坊因为有几十年都没有出来，现在出来的时候市面上有一定烧坊，粉丝就很想知道这个诚毅烧坊一些前世今生继续传承。方老师就是说，你跟诚毅烧坊的这传承是什么关系？我想了解一下，代表粉丝提个问啊。首先，一个好的产品，它的原材料很重要。像我们的话呢，刚才我还在打电话，下雨了，我这个高粱的情况专门有人管制的。咱们整个在茅台镇里啊，如果像自己去总高粱来酿酒的呢，可能你找不了第二家。这就是选料啊，其实是选麦，麦呢要选这个什么麦呢？软质麦。软质麦好在哪里呢？它这个粉脆的时候，把它磨脆的时候，它成这个网状。不好的麦呢，打出来是沙状。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这个酒呢能酿出来，当然肯定能酿出来啊，但是它的品质的话，差距就太大了。其三就是选水，要在我们这里叫九九重阳的取这个母水是很重要的。什么叫母水呢？子丑寅卯，就是说你发粮的水啊，这个叫头一道水，这个就是润粮的水，那就是这个是很讲究的。这就是选料，然后其二是工艺。工艺呢，可能你们听见呢，就是说哈，只听见个一组数据，其他的数据你们不太明白。他过去传承的这个工艺的这个老祖先们呢、总共是七组数据，第一组数据是4+2+7+8，第二组数据是5+5，第三组数据也是5+5，第四组数据是9+9，第五组数据就是你们常说的12987，第六组数据是7+1，第七组数据是5+5。这数据代表啥意思呢？这就是代表它的一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这个酱酒的一个工艺啊。那我就把这几组数据的这个文字性的东西破解给你们听啊。4+2+7+8就是4月28的时候进越王。到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到去这个寺庙里面都有越王的。这是有历史有传承下来的啊。第二组数据是5+5，5月初5呢就是草木逢春啊。在我们西南方向的这个春天呢，它比这个南方呢它要晚一点。哎，好了，大家都长出芽胚了，这一天呢你就到山里边去采这个药。采什么药呢？是驱母的这个药，最开始是驱母。哦，主要是驱母啊。哎，又得用驱母的这个药，那要用什么呢？就必须在山里边去采药。可能你们这里你们可能也有一些风俗也知道。到了端午节的时候，那个百草都是药。所以呢，很多人到端午节贴点什么菖蒲啊、艾叶啊，吊在门上，他拿来就是驱风驱寒的。第三个5+5是什么呢？春天气候回暖，将你头一年采的这个药放在这个通风的地方啊，把它晾干，不能晒，阴干。阴干也不能烘。它在阴干的时候，它可能药啊，它经过这个慢慢的变化，它还有一个发酵的过程，就这个意思。把这个药呢，把它配方配好的打成面，必须要成药，不能用新药，就这个意思。把这个小麦呢打成网状，因为它成一种网状的话，它这里边呢很疏松，好借空气产生一个发酵的作用。好，有了母亲你好就好自驱了嘛，对不对啊？这样呢就跟着这样慢慢自驱。9+9就是九九重阳，就是开始酿酒了。1+2+9+8+7。就是一年的周期，两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第一道投的粮叫2罢开，一百粒里边有两粒把它压筋压破一下，然后呢这样呢便于这个水呢好化进去，取上这个母糟混起来去蒸，然后摊量拌上去药起堆，堆积发酵，发酵好了，顶上和顶下的温度差距不是很大，底温一般最低都在这个38度，顶温就是在50度、45度这个范围内，有的时候55度，你超过60度，它前边就糊了，糊了。这样呢，就是说第一次的这个投料，第二次呢又把这个熟的糟胚取50%，再把新的高粱呢，这个加工的方法又不一样了，叫3气开，叫二次投料嘛。这二次投料就是3气开，就是有3粒是破了。
有七年是还没有过的。好，用这个95度以上的这个水窑，把这个凉的进行润凉。第二天就把这个上一次投料的熟了的糟粕呢，去50%混起来，又到酒蒸上去蒸。这样蒸好过后，再拿出来摊晾，放上去哦，又堆起来，又发酵，跟刚才一样的顶温跟底温、中温三个温度，大概就按照这个都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好，进入窖池里边进行二次再发酵，两次投料的就完了，完了过后呢就开始酿意式酒，40天的取出来去蒸馏，一蒸馏出来，哎，酒出来了，好，把酒取了，再把这个糟粕摊在地上呢，重复这样的程序呢，又把菌窝搬上，又堆起来，又发酵，干到7轮次，干到第二年，哎，所以这就是一年的周期哈，基本上呢就是这个酒才能酿得完。那这一年酿下来的酒呢，它基本上分七大味：酸、甜、苦、涩、浮、枯、格，一加二加九加八加七的就完了。这场程序过了过后呢，就是一个7+1。7+1，刚才有时候我跟你说了，这个七大味的这个酒呢，要把它进行一个调和。调和，